好，我係 Matthew。睇完咁精彩嘅片段啦，咁大家到底又知唔知道 RAM 應該點樣揀呢？今日就等我同大家分享下啦。咁首先最緊要當然就睇下個底板支唔支援你嗰個 RAM 啦。咁睇翻底板嘅官網咧，就會寫翻佢係支持 DDR3 或者 DDR4 嘅。咁留意翻 DDR3 同 DDR4 個插頭係唔一樣嘅，佢哋唔係互相兼容嘅。而家基本上所有市面最新嘅 AMD 同埋 Intel 底板咧，都係只係支援 DDR4 嘅啫。咁有啲底板仲會寫埋佢最高支援幾多規格嘅 RAM 同埋佢支唔支援超頻嘅。一開頭都講過啦 ，RAM 越多咧，同時可以打開嘅 Apps 越多。咁到底我哋要幾多 GB RAM 先足夠呢？咁其實而家市面上8GB RAM 嘅價錢最平已經去到$200左右㗎啦，而4GB RAM 而家喺就算喺黃金都已經好難揾㗎啦，因為個差價同8GB RAM 都只係差幾十蚊嘅啫，所以建議你無論budget有幾緊同埋咩用途都好，即使只係文書機，可能做下功課、上下網、睇下片咁樣，都係由8GB RAM 起步㗎啦。如果預算有$4000或者以上嘅咧，就更加建議你買兩條8GB RAM 組成一個16GB 雙通道嘅配置。如果你一個 creator 嘅話，會用嚟剪片、After Effect 或者畫圖嘅話咧，就更加建議你由32GB 起步啦。如果你買啲貴啲嘅 RAM 嘅話咧，通常都會講埋佢係咩頻率，甚至乎有啲會講埋佢嘅延遲值嘅。咁頻率當然係越高越好啦，但係延遲值咧其實都會影響到你嗰個 RAM 嘅反應時間嘅。你部電腦嘅頻寬咧其實同你嘅記憶體頻率係成正比嘅，所以你個頻率當然就越快越好啦。但係你嘅 latency 咧，除咗同你嘅頻率成反比之外咧，其實同你個延遲值 CL 值都係成正比喎。所以頻率要高嘅時候，同時間延遲值都唔能夠太高嘅。例如而家最基本嘅 RAM 咧，個規格都係 DDR4-2666CL， 即係延遲值19噶啦。如果係超頻 RAM 嘅話咧，例如呢條 Cliff 嘅 Cross XR RGB RAM 咧，佢嘅規格咧就係去到 DDR4-3600CL18 嘅。佢嘅頻率同埋延遲值都比普通 RAM 要好噶，咁當然效能自然就高啲啦。到底要點超頻呢？所有嘅 RAM 為咗兼容同埋穩定性咧，一插咗落去電腦度開機嘅時候，都會以一套標準化嘅速度去開機，我哋叫做 JEDEC JDAC 嘅標準嘅。咁而超頻嘅 RAM 除咗支援 JDAC 標準之外咧，仲會支援一個叫 Intel XMP Extreme Memory Profile 嘅設定嘅，又或者 AMD 佢哋叫做 DOCP。如果有支援 Intel XMP 或者 AMD DOCP 嘅設定嘅話咧，入翻 BIOS 打翻開嗰組設定，就可以自動撈翻嗰組超頻嘅設定出嚟㗎啦，簡單又快捷。如果是一般普通2666的 RAM 通常都没有 XMP 的，那就要手动调教它的频率、延迟值和电压等等的数值了。那这些超频超到多少就看你的手气了。还有留意其实不是所有的底板都支援 RAM 的超频的，例如 Intel 的话只有 EZ 系列和 X 系列的底板可以做到的。但是 AMD 呢 A520、B450、B550 和 X570 都 OK 的。剛才就講到普通 RAM 要自己 set 電壓同埋頻率等等嘅數值去做超頻嘅，咁而 DDR4 嚟講咧，佢個標準嘅電壓就係 1.2V 啦。XMP 超頻為咗達到一個更高嘅效能咧，通常都以 1.35V 起步噶啦。有啲極限啲嘅 RAM kit 咧，甚至乎去做到 1.4、1.45 甚至乎 1.5V 嘅設定都唔出奇嘅。如果自己手動超頻嘅話咧，建議都係由 1.35V 起跳試下啦。但係如果唔係太熟悉嘅話咧，都唔建議你超過 1.4V 嘅，因為太高電壓有機會整壞對 RAM。雖然話條 RAM 有永久保養啫，但係攞去維修都要時間噶嘛。一 pack 兩條咧，出廠前咧個廠就會幫你試咗可唔可以兩條同時運作，咁可以確保到個穩定性。但係兩條單條咧，彈性就會大啲啦。但點都好，砌機通常最少都買兩條 RAM 噶啦，因為買兩條 RAM 咧就可以享受到 dual channel 頻寬雙倍嘅加成，對你嗰個工作效率咧大約有20-30% 嘅提升嘅。咁當然更勁嘅主機版會有4通道甚至乎6通道啦。最後留意翻，如果你係買4RAM 槽嘅底板，但你得2條RAM 嘅話咧，因為底板線路嘅問題咧，盡量都係插翻2條同埋4條嘅 RAM 槽比較好。另外有啲主板仲會有個好貼心嘅提示，如果你插錯咗嘅話咧，會提你插翻啱2同埋4條 RAM 槽嘅。咁當然都有唔少人為咗要追求一個靚嘅 RGB 效果，一買就買夠4條 RGB RAM 嘅。好啦，我哋今日就去到依度啦。中意呢條短片嘅記得撳個 like， 有咩意見歡迎你喺下面留言。最後唔好唔記得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討論區啦！我係飛馬電動嘅 Matthew， 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